升降。哎，你们谁啊？不敲门就往里头闯啊？哪个？李总是吧？岁数大了，记性还不好了。来看看这是谁？不认识了，债主江其胜，我帮你回忆回忆啊。来，干杯！来，呀，许愿呢？我给你唱生日歌呗。许什么愿呢？我告诉你，我要报警。行啊，那你报警吧。我爸江其胜生前借给你300万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就算是警察来了，我也会这么说。李总，您是出来创业的，应该讲点良心和信誉。徐总，没有想到你们宝兴居然对这种老赖创业公司感兴趣，你就不怕投出去的钱全都打水漂了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他这是污蔑。没想到江小姐还是这么任性。比恼怒更有效的是拿出借款证明，无论是去派出所还是走法律途径，谁都赖不掉你，是吗？对呀，拿出证据来，不然我就告你诽谤。先生，这是您要的 Human Accounting。啊，给我，给我，我的。你们是怎么服务的啊？什么样的人都能随便进来？我们啊，就吃点亏。这瓶酒呢，就当做你之前借钱的利息啊。这瓶酒啊，是那个李总点的。咱们走。你强盗啊你！我没点那瓶酒。你们乱送什么酒？我可告诉你啊，我不买单。哎呀，什么破地方，规矩真多，就只卖一瓶。要是来个20瓶，债都还清。这瓶酒啊，我找朋友尽快消了，你就当先拿个利息吧。啊，哎呀，不用担心，那个姓李的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我再去要几回，要回来利息都够本金的了。